今天呢，我们这一集要来做从这里搭到那一座岛的第一个跨步的桥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我们的空岛生存 EP 三，耶，是 EP 三。耶、yeah, 没忘讲那今天呢，我们这一集要来做，我想要做那个就是从这里搭到那一座岛的第一个跨步的桥。对，那这个泥土不要看，这个泥土都骗人的，那个踩踩会掉下去。对，那我身上这边现在有14个种子，我想要先播种在我们上一集做的那个农田里。诶，锄头是这样做对吧？诶，对，农耕时间我怎么现在才弄好我想要在这个静静的地方先做个无限水，各位觉得怎么样？对，那我先移动一下这个，等一下我先去装另外一桶水再来。对，今天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漂亮的桥跨到这一个岛上来。各位会想说，会建议我用半砖这样来做那个桥的底是还不错的选择，就是半砖可以防止怪物生长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么的简单 easy 又好玩。各位动物们安安，我几只鸡啊，我看一下，一只鸡，有蛋，我进得去吗？欸，可以，我进得去。好，我只在里面收蛋，你们以为会释放你们吗？哼，想太多了，你们都只是牛而已。哼 ，OK， 走。对，那这座岛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秘密，就是会藏宝物到某一个小箱子里面去。我是觉得有啦，对，我是觉得有，只是还不知道在哪里。对，就像我们挖那个平岛一样，就是那个我们的出生点，对，这里，然后还要盖一栋房子。哇，我们这个系列有好多事情要做，盖房子是一定要盖的，只是现在吗？还没啦。地图作者是表示不会升怪，所以我在想说，不会升怪那样还好玩吗？其实以轻松向来讲好像也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作者呢也有到那个我的粉丝专页私密我说，就是这座岛确实是不会生。对，所以叫我不要就是尽量做一些可能产不出东西来的事情。对，所以他有提醒我，对，所以应该是不会做类似什么枯宫生怪塔什么的，因为半砖会省啦，会省下一些材料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我试试看好了。半砖这样排嘛，欸，真的欸，多一倍。 OK， 还不错还不错，感谢各位。然后还有这个围墙啊，只是围墙我想说没关系，我今天用鹅卵石代替一下。所以在第一集的时候有人留言说怎么没有用围墙。对，然后记得每日一集的威尔森早安秀，安安的威尔森，其实这是作者，我只是不知道很喜欢叫威尔森，因为他只剩一颗头的生存意志好，不管了。OK， 好，加油！你们这些种子们，长大、长高、快爆炸！好，这棵树到底要不要砍呢？我很想砍，但是还是先等一等，不要砍好了。我先想办法处理掉我后面这棵杀人树，也不会说杀人树啦，只是爱讲就去了，我们就不要再代念了。我爱讲。这样子应该没有问题了。OK， 那我们去种树吧。我想一下要种哪里好了，种一个比较安全一点的地方。那，哎呦，我知道了，种这里就好了。第一棵树怎么样？就是觉得橡木的木头最好看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把它拿去种在那一片上，这样我们就有一个植树区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有一个生存区植树区。对，然后未来有了很多木头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盖自己的房子了，对不对？很棒，对不对？哦，天哪，是这个，我见。这个其实我上一集有念错，其实这个叫那个翘翅，剑鞘的翘，翅膀的翅。我好像上次我念什么刺剑啊，我会忘记了。这坏掉还可以用吗？虽然只剩一点点，我试试看好了。哎，张不开耶，所以它到底能不能？这个好像蟑螂哦，天哪！我不知道，其实我很好奇，到底这个东西在设计的时候，官方人员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？哎，是我不会飞还是怎样？哎，没有啊，奇怪，张不开哎，哎，真的张不开哎，奇怪，所以是我飞不够高吗？不然我可能要再回去练习一下。不管了，妹妹，祝福我成功，因为我要在你旁边开路啦，我们要盖一个小小的。闭嘴！盖一个小，其实你长得不像猴，你长得不像绵羊，你长得像猴子。对，
欸，我希望这样讲出来你不会伤心。你伤心吗？看起来不会。看起来不会。好，那我打算在这边建造一个过去的路嘛，所以就必须要往这边延伸，大概这边也敲掉好了。哦，差点，你差点就一去不回了呢，我的石头。嗯，这样讲起来好怪哦，有点恶心。先把牛排吃掉好了，反正也只有一块嘛，牛又不能种牛排长牛排，我一定要发明这种东西。种牛排长牛排，你们不觉得很美好吗？哇，我都忘了我们还有烤马铃薯。对，那我们就543，好，先做36个，因为其实平面的部分不用太多。对，好，那哦，苹果耶，两颗苹果了，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延伸我们的路吧。不，妹妹，都是你害的，你给我想办法解决这块石头。你在，他在看你，不要哦。敲这个超麻烦的，好 ，OK， 只是你在看欸，你是我唯一的观众吗？你就是我的唯一。你干嘛飙高音啊？你唱煎熬哦。欸，他真的刚好飙高音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清楚，而且还是在我们啊不，我们就这样从这里走上去，有没有？地大有没有？我觉得超棒的。那我，然后我还有没有铲子这种玩意儿？好像没了。我们徒手把这个泥土打掉好了。你也在看欸，我真的是做什么事情，他都在旁边看欸。你鼻子里面是有东西啊？不对，你没有鼻子。欸，干嘛？突然飙高音欸，奇怪。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先做20个梯子，我怕不够，怕不够用，先做20个梯子试试看。从这一条走上去，就是我们的那个新的岛了，而且还是可以正式的叙述。为了省一点材料，我打算这样做。你看，有欢迎我的原住民了，安安，原住民。哦哦，我差点一个，差点一个掉下去。好 ，OK， 我到了，我到了，耶！开启，哎，不对，我应该用半砖的，半砖比较省。可是我都放上去了，再敲掉，会不会有点危险？来回来，哦，有了，边边用比较完整的那个石头，我们侧边的部分都用半，应该说，我还是先做完再跟你们解释好了。432啊，没关系，反正到了。对，到了，这个地方就要，对，像这样，然后多铺一层起来，做一个安全的措施。诶，我身上泥土还很多，其实我们的农地还是可以再扩增啊，只是，我在想要怎么扩大的更好。嗯，我们先存起来好了，我们先不要浪费那些泥土，反正其实菜也还没长好，你也不能种多大，对不对？等菜长好了一大片，我们就可以慢慢延伸我们的农田，而且还可以弄出一个空间盖房子。我这次的房子想要盖不大，但是小而精致。等期待大家继续关注咯。对，那之后就会盖出来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我觉得玩那个什么，玩那个不是模组的生存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想盖什么就盖什么，而且那种怎么讲，那种精致感是，应该说成就感是自己比较容易感受到的，对，自己比较容易感受到，这是模组里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。OK， 虽然都是石头啦，但也算是有一种造型吧。我的木头很舍得用，我很舍得我的木头。嗨，我终于成功到达第一块土地了 ，Yes。我们终于到了，这是我的人生最高兴的时候。我绝对不会说，因为我想要捞水，多跑了一趟，多弄了泥土，建了一个很丑很丑的地方，绝对不会这样。对，那这边其实有点不太……哦，哦，等一下，我的滑鼠会飘，吓死了。这边也换成……哦，为什么有时候……呜、哦、呼，好 ，OK， 嗯，这样子看起来切起比较正常一点。好 ，OK。那我看一下蔬菜园怎么样了。Hello， 这棵树，我不期待你长得多好看，因为你是杀手。好，这边胡萝卜种进去，就都改种里面这样。
痛，像这样。OK， 好，紫红球花就送给今天的威尔森了。嗯，刚好形成你的鼻子。嗯 ，OK， 好，那今天我们的进度就到这里，准备结束喽。那么，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影片呢，记得点个喜欢。想知道最新空岛生存系列，记得按下你的订阅哦。那如果你对这一集呢有什么心得或者是看法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或者是你有什么建议，可以欢迎告诉我。对，我大概一两集之后会回应大概前几集的影片。对，就是大概第一集出，第二集拍完，第三集会看第一集的留言，然后第二集出，第四集拍完，不对，这样算对吗？这样算对还是错啊？我忘记了，两集就会有我对各位那些建议的回复或者是观看，这样对，那就会反映在我的影片里面。对，那各位喜欢这样的配置吗？虽然有一点简陋，我不知道，我是觉得这样整理起来还蛮好看的，我觉得越做越有成就感，很开心。对，那 OK， 那就是这样，谢谢收看，我们看着夕阳，我们好像很久没有看着夕阳说再见了。夕阳在哪？怎样没有半颗夕阳？我是把夕阳的系统关掉了。逆风高灰，好 ，OK， 好，不玩了，就是这样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